中国人到啊，这就是台湾的心脏，中央山脉的最中间。这么难去到达的一个地方，怎么会有庙？甚至是从来没有想到说我在十很大的外景里面可以去看到这么深入的一个台湾的一个风景。甚至是说我们除了自己以外，李荣公干出来，咱心尊这么珍贵，咱也是要有考虑。那个两种紧张的情绪加在这边，其实很忐忑不安哦。沿路都跟许洪公说，希望他给我力量。小心！好，所有人都平安。大哥，好可怕！别往上看，走，小心！慢慢走，小步哦。我现在在山顶，在这个山的棱线这里，一片山岚跟海一样，这里几乎是世界最高峰了吧？最后要攻上七彩湖那一段路是整个登山旅程中最困难的一段。那个路已经不是路了，我必须得手脚并用，用爬，石头搁弹的。我身躯顶都排一点胶，路不熟，我根本不知道我还有多长的路才会到七彩湖，即使湖就在我前面。